本人呢一共谈过三次恋爱，第一次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，第二任呢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第三任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出国了。没了？没了。还要继续吗？我是。不可能。真的。我们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已经很晚了，要不要给你叫个车？我们俩是不是发展的比较快？我们就只是同事关系，而且我也不喜欢让大家太关注我的私生活了。不都说你们这个年纪的感情多大了最需要新鲜感，一点都不女性。女人累不累啊？我给你按摩按摩。哎呀，你喷了多少香水啊？香水瓶子打翻了。你是不是没有魅力？你发现什么了？你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，捡片人在你面前他没有任何存在感。是你认为依然。有时候我们相信的那些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假象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残忍的真相。如果是你，你选哪个？为什么离开秦安？男人，我只想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放手。我答应过你不去公布我们关系，但不是给别人趁虚而入机会。婚姻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是最危险的。你还能够再混的一个风生水起？这个家有人为我考虑过吗？一段可以把控的关系突然就开始失控，两个人的感情就是相爱相杀，看谁能掌握主动权。我们乐意维系着这些幸福的假象，可是身处其中的我们真的幸福了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讲的。你是不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我们的关系啊？让自己站起来的只能是自己。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，你不是谁的另一半，你就是你自己。